这一只小弟，嘿，这个没有在家里面油炸那么黄，这我感觉它应该熟了，太饿了，不管它了。哇，好香，很脆。太香了。这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水池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洗澡。这是源头水，舒服。现在突然下雨了，要找个地方避下雨。下了好大的雨，下午突然下了一点雨，我现在呢赶紧把这个棚子给它搭起来，不然的话晚上如果再下雨的话没办法睡。现在先搭一个棚子，今天晚上有一点潮湿，这火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明天早上。这是今天晚上的棚子，虽然我都盖得挺好的，但我感觉如果下大雨的话还是会漏进来。